个年代的，吃，哎，是不是给他点牛奶喝？啊？忘了什么地方了？为什么没有一个小时？小盘子。我靠的，不吃了。走了。天呢？这昨天呢？吃完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喝牛奶，来喝牛奶。像这个样子，来吃，把它吃掉。别走啊！他妈的，给你弄这么多，你就走了啊？过来，大兵，不过来了。你出去了，在门缝那儿。你这耳朵太大了，吓人。有什么地方能停牛奶给他喝一下？这个碗，碗太脏。大兵，过来，过来。想出去啊？吃饱喝足就想出去，你现在门缝来叭叭那个样子就想出去，啊？过来，你想干嘛呀？啊？肥的那个样，好肥哦，你好肥哦。你是想出去吗？那肉也没吃完呀，怎么下午再过来吃啊？啊？想出去了，还真的出去了，外边下雨了。还来吗？啊？蹲在我们草地上，蹲在草地上去思考人生了。我太肥了，你怎么那么肥呀？啊？再给你拿一根啊，拿出来。你这个大盒子是不是快没了呀？大盒子快没了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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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！你看，他带着个摄像头，完全不看，但是这个果子全部被录下来了。好难吃啊，不吃了。吃饱喝足了吧？还叫？还没吃饱啊？吃饱了吧？啊？来，让我摸摸，到处蹭。你看，你刚关上，人家立刻就跑，就不让你摸。就要走了，你过来，让他自己扒门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你每次说让我摸摸的时候，好嘞，往里挖 ，go out。小黄猫呢？小黄猫跑哪去啦？回家去吧。过来，不要在我们草上拉屎啊！吃饱了，再来舔舔毛。果然坐在那儿了，坐在那儿开始舔毛了。你看，开始洗脸舔毛了，每次都是。大咪，来过来，过来，你吃饱喝足了，现在叫着他也不乐。哇，那边那个夕阳，那边是红的红云，那乌云又过来了。你也不回家了，就坐在那儿了，关门了哈。